我在找一个女人，像金瓶一样细致美丽的女人。我不知道她是谁，但我叫她克莱。我想克莱尔喜欢绿色，因为他总穿梭在这翠绿的商场。他身上有着属于大自然的野性和奔放，而我是头狡猾的猎豹。被他引诱，不由自主跟踪着他。我是阿拓，说到爱，赌徒天性，生性运气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这样他也不知道我总是在偷看着他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不好意思，请问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黑色洋装、长头发的女人？谢谢小兰。小兰，明天有空吗？28岁，跟 Facebook 创办人同年。2012年 ，Mark Zuckerberg 身价拥有191亿美元，而我零。但我爱逛精品。我不是个满足的人，也从来不相信幸福会从天而降。唯有拥有精品才令我踏实，因为精品完美无缺，不像人生。你不觉得无聊吗？不会啊，你觉得我很无聊？倒还好，至少你还蛮可爱的。至少，很看不起人耶。所以，你常这样约女生吗？不一定，我有在等待一个女人。
又或者我享受的是追逐的过程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爱。那你觉得爱是什么？爱一个人就是连你闭上双眼也能清楚看见他的模样。嗯，很有趣的道理。好了，今天约很开心，谢谢你。你要走了？嗯，别绷着脸，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约吧。不用说，我明白。因为每个少女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童话故事。心动，那是当然的。Oh, sweet， 你知道的，没人可以抵挡 Macron 的魅力。它就像爱情，充满诱惑又脆弱，需要好好小心翼翼的保护它。但却让人想不住占为己有，吃了它。好，我买了。嘿，真巧遇见你。有名的马卡龙，店员说、欸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点事，下次再请你吃饭。”谢谢。不客气，我是阿拓，你呢？那很好啊。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你觉得我根本就不爱我的男人？你觉得他根本就不认识我？你会想带我走吗？曾经有人告诉我，爱一个人是连闭上双眼都能清楚看见他的模样。你看到谁？